Hello， 今天呢、是第二天运动的第二天，然后来看一下5月2号、今天5月2号第二天。那今天的话，我预计一样是30下的仰卧起坐，然后棒式30秒的一样是两组。我想再加看能不能再多一次的棒式运动喽，走。今天还没量体重，对不对？对。那量一下体重吧。会不会爆表啊？有瘦了。哎呦，114哎！见鬼了！刚开始应该睡排水啊。可能排水吧。排水。但是明明我就什么都没做啊，莫名其妙啊。因为你很会喝水，所以你会流汗。好喽，来。仰卧起坐，你想要拉长吗？哎咻，哎咻，这样子呢？好，可以吗？你自己要好，来喽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。20、21、22、23、24、25、26、27、28、29、30。好好好，休息一下。哇，还是酸呢。剪掉这一圈，把这一圈剪掉。嗯，好。这样脂肪肝也会不见。接下来准备做棒式。哦，又串紧了。休息一下，不急，人生总共花几天。猴子来啦，孙女来啦。还可以，还可以，还可以。好。哎呦！我昨天发现到啊，我屁股好像翘太高嘞。对啊，我也说屁股翘太高啊，你还不相信？可是我的腰好吃力啊。好了，试试看喽。准备，开始。屁股再低一点。哇，好嗨啊！加油！哇，真的不行就休息，没关系。还好啦，30秒应该可以试试撑撑看。哇塞！哇！快了，快了，快了！快了！好。休息个30秒。试试看今天能不能做到3组，好像可以耶。不要强迫做这么多。还可以啊，感觉今天感觉好像可以。
第二组咯，准备 ，Go！ 做点小突破，等一下再一组试试看，可以啊，可以可以。我做一个腹肌的老公啊！啊？才做这样子还没有腹肌啊，没那么快啊，要再一点时间吧。奇怪，为什么昨天116，今天114差那么多、啊？因为你昨天吃很多啊。我昨天晚上有吃很多吗？你昨天吃完晚餐之后又吃了泡面。我没有啊，我没有吃泡面，我只有吃最后，就大家来的时候，我只有吃那一小碗而已。而且水喝很多、啊。昨天的水喝很多，我也没喝很多水啊。因为昨天没运动啊。昨天有啊。应该说你昨天吃了很多蔬菜水果，今天吃的比较少。少。好吧。来啊，最后一组喽。嗯。好，预备，走。哇！走你！非常好，今天稍微有点小突破，我发现到三组不行。我才说，所以不要强迫自己。哦，我的腰真的还不能抓第三组。对，因为你还没实现让你的肌肉有那个。对啊，好像两组是可以的。两组差不多了，两组或一组。之后要不然我加个深蹲好了。嗯。应该会比较好一点。深蹲练下吗？嗯，好，今天就运动到这边喽。明天第三天。继续，大家一起督促我，可以的话，你帮我们订阅、点个按赞、留个言，激励我一下。明明才第二天而已。好了，先这样子了，明天见，拜拜。